我是叶淑莲。二十年前在卖菜的时候，有一位师姐问我要不要做善事啊，我说好啊。于是921进来慈济正式培训。我们的主席，我们很打拼赚钱的，我们去山顶挂竹笋啊，挽野菜，挽过鸟，会姜花，还北掌炊粿，会当赚钱的我们拢做。因为我们很爱上林的，要让上林救更多艰苦人。大伯治小发烧伤到脑，早期打你去台北主治病院的时，我拢带阮大伯去迄个大井树下遐挽铁钉啊。五年前，阮师兄吼伊就中风失智，即马来做主治吼，就爱甲伊揣幸福院啊。那这个爱哪注意看有走去无？安尼啊，这一生吼影响我上深的，就是上林啊。还有孙仔孙姐因无所求的付出，听上人的法力，学习到去除占有欲，转念，甘愿做欢喜所，结好缘，还顾好心念，体会到吼，说人生到最后都是空，唯有行在《法华经》大菩萨大道上。这样才是最有意义的人生。感恩上人看到了，也听到了，现身说法，做见证。我觉得他很勇敢，很慈悲，有爱，不只是要照顾家庭，还要呢身边带的这两位大伯甲先生，他还要呢行善不落人后。慈济寺他还很精进，修菩萨道呢不落在人后，真正的勇敢，而且充满了爱心慈悲。看到吼，真正。真不甘啦，还是为他赞叹。这就是世间啦。那佛陀呢，来人间要教导我们，要先认得苦，爱珍惜苦啦，要怎样苦？大家人哪捌伊？很自然，反观自己，自己呢被比起来，那一些苦难人呐、我们呢有福多了啦。这也就是师父常常跟大家说的“见苦知福”。那看别人的苦，应该呢就要转一个念头。我比他有福，我要付出。我们能帮助人的人，就是有福的人。各位菩萨，你们都是呢很清楚，那四大事业从慈善走过了，偏向高山呐、其实初期啦，我家己照顾哈，那。后来呢，是慈济人呐、替师父行，师父要行的路，替师父爱，爱师父要爱的人，所有的慈济人都把师父代劳了啦，替师父去做啦，所以很普遍，这都是呢慈济。长年累月在台湾50多年来，都是有进有增，无减无退，这些50多年来是安呢一路在里行，所以这都是一条路，一条道。有心的人
就会跟落魄和平这条路呢，就是来接有心的人啊，走这条路。啊，这条路呢，前面伫咧走的人，爱替后面的人来铺铺和平，和后面的人走得搁较好走咧。所以修路人啊，功德无量啊，会当把这条路修到搁会当好扩大，那就是佛教所讲的菩萨。我们要开的是菩萨大道，净施法脉，勤行道。我们要精进，持戒宗门，人间路。我们开了这个门，那一定爱破路。所以啊，持戒从净施法脉延续过来，把门呢树立好，开大门呐、啊。走大路，行菩萨道，这就是师父这世人这么辛苦了，这样走过来的路，时间一直过，年龄一直增加，那去年今年差很多的路，去年来的时候我上下自如，今年呢是师父安尼拖着命出门啦，我即马逐天一天若过去啦，我都感恩咯。我搁再过一天平安过来啦，我慈济人呢，我听到他们的发愿啦，我看到了慈济人啦，那样入金藏啦，师父会还呢，故故入心啦。还要呢，举手动足，那大家人如法如规如矩啦，在每一场的我都听到了，嘿，若无用心啦，背不起来，背起来呢，就是已经藏在心里啦，这条心路啦，已经开啦，我们还要呢，把它开大一点。这就是自修自利啦，还要呢为人间付出啦，这就是利他。所以菩萨所缘，缘苦众生，利他行道，这就是慈济人要做的事。净师弟子自诚发愿，三人为救众生。上人为了弟子的慧命，尽其所能献生命，从无为你，又谁当我？我们会用心闻法，勤精进，大灾教育。我知受，我知受，我知受，我知受。造无形布施。台北大道场，我守护，我守护，我守护，上人，我们需要您，需要您，需要您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需要您。恳请上人常住世间，常住说法，常。菩萨们啊，师父感恩啊，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的爱心的呼唤啊，人人呢、啊、爱的互动，而且付出一心一爱啊，那就是不慈济人，把它带动起来走到全球了，那慈济
爱的能量，我们还要再接再厉啦。净思法脉勤行道，持记宗门人间路，长长久久永恒的传续下去。感恩看到了每一场的环保菩萨师父们真疼哈，真修哈，那到处看到了最美的两只手，那就为天下、为大地、为地球，感恩菩萨爱的能量汇合起来了，这无不都是为人间立典范，所以咱来再接再厉，这叫做菩萨道。感恩，祝福大家。